全部都可以给它拷贝哈，拷贝过来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放的就是这个前片这个省的位置哈，省的位置呢，我们整体要向侧缝推0.5，为什么要向侧缝推0.5呢？因为我们这个 BP 点也就是乳间距。乳间距呢，每个码是相差1公分，我们这边是一半，所以呢，就是整体向侧推0.5，腰省这边也是整体向侧推0.5。BP 点的它有2个尺寸，第一个是乳间距，乳间距呢每个码是相差1公分，比如说身高1.6米的乳间距是18，然后身高1.65米的乳间距就是19，那么19一般呢就是9.5公分，所以我们整体向侧缝0.5，腰省跟这个侧胸省都是一样的，整体向侧缝0.5。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胸高，胸高的尺寸呢，每个码的档差是0.8，0.8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肩颈点已经向上0.8了，所以呢，这个 BP 点下面这个位置不用向下推，然后再来测量一下。测量一下它的档差，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中码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BP 点下降了3公分哈，这边我们 BP 点不是下降了3公分，是这个腰省的省间从 BP 点下降了3公分，所以这个长度长了。但是呢，我们只要测量就是中码的为26.3，然后呢大码的这边我们要测量一下为27.1。就是每个码相差0.8，这就是胸高的档差，胸高倒差每个码要相差0.8，然后乳间距呢每个码相差1公分，然后一半的话就0.5哈，因为胸高的话是竖直方向，竖直方向是整体向上了。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前片的放码也放好了，放好了以后，因为我们这里要连到一起了，我们把它拉下来一点。拉下来一点好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放下面的这个摆，下面这个摆呢跟这个后片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话，那我们这时候呢用到这个点规则拷贝，框中放好的放码点，在框中没放的点右键。啊，这边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像这种，我们用工具放的拷贝过来，它也不会标准，所以我们也要重新放。框中这个放码点，水平方向向左负的1公分，然后这边呢也是向左负的1公分，竖直方向向下负的1公分。好了以后，用到这个要素平行交点，框中这个放码点，单击这两条线，这样子呢，我们把它做成要素平行交点。上面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到方向移动点工具来放。就是直接选择方向移动点工具，框中这个放码点，再框中腰，框中了以后，再框中要平行过去的那条线，就是侧缝，然后水平这个要素方向距离要输一，不能输负数哈，直接输正数，它要素平行的距离呢都是正数，那我们直接给它过来了哈，这样子呢，我们里部前片也放好了。放好了以后，我们现在先测量一下它的档差，前片的这个绣绒档差，每个码相差1.1太多了哈，太多了呢，我们可以用增加放码点工具，框中这个点，单击一下，在中间增加一个放码点，增加好了以后呢，再用到两点间比例，两点间比例呢，它的用法就是框中你。要放的放码点，然后呢，在框中旁边两头一边，就是框中旁边两头的这个放码点，一边框一下，然后这样子呢，就是两点间比例，然后单击一下，它这边呢就是太大了啊，太大了了不行，那我们这个地方是胸宽，胸宽呢每个码是负的0.5，跟肩宽是一样的哈，然后再来测量一下，它的档差反而更多了哈。更多了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把这个放码点删除。删除这边太多了的话，那我们可以从肩线这里操作，
肩线这里呢，我们当差是 0.8， 可以输入 0.7。 输入好了以后，再用到要素长度测量工具测量一下，现在就是1公分了。肩斜的斜度呢，可以每个码相差 0.1 哈。那我们这边 0.7， 袖龙的当差长度达到了哈。袖龙身呢可能小了 0.1， 这样没关系哈。前片的话可以小一点点没关系，后片的话就不用，因为后片我们是 0.8 没错。那我们有的时候当差达不到的话可以微调一下哈，微调的话就是少个 0.1， 这样没关系，最主要呢我们测量它的当差有达到我们的要求，这样呢就可以了哈。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整体里部的放码就放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里部放好了就来放面部。为什么刚刚从里部开始放呢？因为里部是一整片，面部有分割，有分割的放码了它会有点不一样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后片的这个面部开始，面部呢它的放码点其实跟里部一样的，我们可以拷贝，遇到不一样的点呢就再来自己重新放，遇到一样的点的话可以用拷贝的，这样子放起来会比较快。所以我们选择点规则拷贝框重，点规则拷贝呢我们这时要选择完全相同，因为我们下面里部跟上面面部摆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选择完全相同。框重放好的放码点在框重没放的点右键，这边也是框重放好的在框重没放的点右键结束，这样子呢就拷贝过来了。这样子的话我们上面这边这三个点就放好了，因为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直接拷贝。拷贝完成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下面的这边呢哈，下面的这边呢它分成两片了，分成两片了以后呢我们首先把它移开一点。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点呢它的水平方向是这个背宽的当差跟胸宽是跟这个肩宽还有胸宽都是一样的，总宽1公分，一半就是 0.5， 水平方向输 0.5， 输好了以后确定。那数值方向的话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只有水平方向。那下面的这个地方呢是腰围的地方呢水平方向，首先腰围整围是4公分，四分之一片是1公分，但是这四分之一片又把它分成两片，所以我们要按比例再除以2，所以水平方向就是 0.5。 数值方向呢就是我们腰结的位置每个码相差1公分，1公分向上 0.8， 向下就还有 0.2， 所以数值方向负的 0.2， 然后再确定。中间这个点呢它只有数值方向没有水平方向，所以我们直接输入负的 0.2。 输好了以后就可以测量一下，用要素长度测量工具单击下去一条，点右键当差1公分，这是腰结的位置，也就背长当差1公分。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裁片放码就放好了。接下来是侧边的这片呢，首先我们后中的这片以后中为不动边，那侧缝的这片呢也以侧缝的这条为不动边，整体向侧边推。整体向侧边推呢，首先我们这个点呢它是胸围我们刚刚讲过了，四分之胸围就是四分之一片是1公分，但是这个四分之一片又把它分成两片了，所以它水平方向只能是 0.5， 平均分配。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下面它是一整片，这边就是1公分，但是上面分成两片了，所以它一片 0.5， 平均分配。接下来下面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水平方向 0.5， 然后数值方向呢就是这个负的 0.2。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测量一下，测量什么呢？就测量一下腰围的当差，单击侧边这条的基准码，再单击后中的这条基准码，点右键当差1公分。因为我们现在按比例，这个占一半 0.5， 这边占一半 0.5， 就是1公分了。然后再来拼合检查，测量这一条跟这一条的尺寸相差 0.5， 是原本它就相差了的。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哈，因为这个地方呢当差 0.2，
这条线呢也是0.2，因为刚刚之前我们有0.5的容位融进去，那这里没有打到剪口哈，我们又回到打板线面里面，回到这里面呢打上剪口，打剪口呢就从上面下来5公分的地方打上剪口，再从这个下面上去8公分的位置打上剪口，打好了以后回到推板界面，点击推板展开。像这个剪口的话一般可以不用推，因为它整条只推了 0.2， 所以可以不用推，如果要推的话也可以推剪口呢，一般用到这个要素距离点框中这个剪口单击这条线，比如说每个码剪口我们推个 0.2， 直接输 0.2， 下面也是框中单击输 0.2， 输好了以后我们现在要素测量一下，单击这条线从这个点到剪口的位置当差 0.2，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当差 0.2， 可以这样子推，因为我们这个整长它只有 0.2， 可以不推也行，如果要推的话就用这个工具。那么后中推了后侧也是一样的方法，要素距离点框中这个剪口单击这条线，要素距离里面输入 0.2， 确定，这边也是要素距离点呢，就是推剪口的哈，推剪口非常好用，它的方法呢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单击一下任意选中一个码，再用到平移工具给它移过来，剪口对剪口以后你可以看到下面会一样长，上面剪口也会对到一起哦。这就是要剪口要对位，剪口要对位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推，上面推一样的下面推一样的，这样子就可以了。可以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测量一下绣龙它的档差有没有达到1公分，要素长度测量工具单击绣龙，它的尺寸 1.1 多了 0.1， 然后呢我们再往样图显示，往样图显示往样图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往样图有点不太顺，所以我们用增加放码点工具在这里增加一个放码点，再用移动点工具框中这个放码点，水平方向里面输入 0.2， 0.2 有点多了哈，0.1 啊，这样子的话这个网样图会比较顺，比较顺好了以后，现在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这个档差有没有达到我们要求。要素长度测量工具单击前后单击绣龙测量一下档差为 1.1啊，1.1 的话就是多了 0.1， 多了 0.1 呢我们可以把肩这个地方向上 0.8 推成 0.7， 啊，推成 0.7 以后确定，再来要素长度测量一下哈。像这种网样图非常密看不到，最好是呢把网样图隐藏起来，直接用要素长度框中基准码测量一下就行了，它这样子为1公分，这样没错了哈。肩斜的档差可以斜下来 0.1 到 0.2 哈，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调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放码就放好了，这是后片后上，接下来是后下，后下放码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它这边有车奏，车奏的话我们可以在重量里面也放一点档差进去，它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没有就是车奏好的量它是 17.4， 那我们放码的时候腰围的话档差呢为4公分，一片的话为1公分，但是这个呢我们可以放宽一点，因为它有车奏，车奏的话呢我们就是框中这个用移动点工具框中这个放码点，框中了以后呢水平方向输入2公分，有1公分是这个车奏的重量，有1公分呢是原本我们的尺寸，下摆也是2公分，竖直方向1公分，一长呢我们向上了，上面那节是1公分，下面这节还剩下负的1公分啊。好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改一下这个尺寸，改这个尺寸怎么改呢？首先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到方向这个方向移动点工具框中这个放码点，单击腰线再单击侧边，然后方向距离里面输2，这样平行过来，平行过来了以后呢每个码它车奏完的尺寸要改一下，因为我们多放了就要改一下，然后这个
波浪线我们也跟着它一起推，推两公分，有一公分是我们腰围的，就是这个腰围的档差，有一公分是车座的重量。因为呢，我们车座的重量，你每个码，车座的重量都是一样的，也可以多推一点在这个重量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推了两公分，但是呢，车座的重量不是每个码都一样的，每个码要改变。每个码怎么改变呢？首先我们在基准，在这个小码里面单记一下。先呢，我们要在这个中码在这里单记一下哈。重量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基准码是展开的那么多，其他码可以多一点，所以多了一公分在重量里面，多一有一公分是重量的，有一公分是这个腰的。然后腰的话，就是每个码它车重完成的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呢，我们厚重是断开的哈，大码的这边呢就是多一公分 18.4， 改一下 18.4， 然后呢加大码这边呢就是 19.4， 然后呢这个小码这边呢就是 16.4， 每个码要少一公分，然后这边的话是15.4， 然后现在呢我们每个码单击看一下哈，小码的是 15.4， 加小的是 15.4， 小码的是 16.4， M 码的是 17.4， 这边是 18.4， 19.4， 这样就没错，可以了哈。可以了以后呢，这样子呢我们就放好了，放好了以后这边放了两公分，一公分是腰的这个档差，一公分是重量，把它拿去车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测量一下这个基准，测量一下这个大码的，大码的这个长度呢，它的尺寸是33.9， 33.9 拿去车皱，皱好了以后为 19.4。 一般重量里面呢，我可以多一公分啊，多一公分重量，然后再一公分腰围，所以整围放了两公分，再点击一下推板展开，这样就可以了。下面的这里呢，我们可以用到这个放要素焦点工具框重这个方码点，单击这个线条做成这个要素焦点，要素平行焦点，然后像这个就是贴条的位置呢，就可以用到刚刚这位同学说的方向焦点框重这个放码点，单击一下基准码，它这样子就会整体粘过去，这就是方向焦点的作用哈，它可以用来推羽绒服的航线。像我们这个呢，也就是整体向这边方向焦点过来，我们把规则显示打开，这边就可以显示方向焦点，所以它的这个放码方法就这样子放哈。